现在黄振博现在要做什么呢？爬山。OK， 哪一座山呢？请问你要爬哪一座山？这座。那你先把 milk 放下来，不要这样跳。爬大山是不是？你把。登顶成功，你说耶！我山要爬起来咯，扶好哦。我移动的山叫什么？霍克，那叫什么山？我不知道。什么移动的山？霍克之什么山？那个 I don't know。 你没有看过那部？是卡通吗？对，宫崎骏的。没有，我怎么会没看过？好高哦！下来吗？你要下山了，是不是？要。One, two.